就好像不是这首啊，你觉得他唱的是对的吗？他是歌名一样啊，差不多吧。歌名一样不代表是同一首歌，好不好？要不然我们听听看就知道啦。哎呦，反正他唱的也不错，不然让他再唱一下好了。歌手，你唱的还蛮好听的，你可不可以来介绍一下？你唱的这首歌是谁的歌？我唱的歌是 B 的《转身之后》。哦，那有符合他们今天要选的这首《转身之后》吗？没有吗？不觉得跟我的那个蛮配的？是吗？对啊，还不错吧。不然你再唱一段，我听听看。好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我有点烧香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在我转身之后，你的泪不停留，虽然心很痛，却只能说你的爱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哎，我可以唱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让我们欢迎知安冠军韦奇大。然后在二十几天就是毕业典礼了，然后我们这些大四的也就是要离开学校，然后是要踏入社会，对，所以想说带来这首歌之后。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我刚刚在台下的时候觉得时光飞逝，一年过去了，就是回想到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第一次上台弹吉他，然后一转眼一年过去了，然后觉得很伤心，但是麦克风好嗡哦。好，好啦，大家快乐一点，我们要开始了。他没变得，他没声音了。他刚没讲什么。啊，有点小状况。好，为什么？我又没听。不好意思，等一下哦。的街道，我变得
脚步放慢，接受了我的离开，顾虑的问题和保守的答案也都逐渐暗淡。失眠的房间只剩下我和摇曳不定的烛火，回头也不能改变什么。你的转身提醒着我，当我走进城市里的漩涡，希望你会微笑地看着我，带着一只半截的冲动，我对着你说，站在面无表情的人群中，想起你无能为力的忧愁，看着前方那缥缈的路，我会继续走。
谢谢这一组的表演，非常的精彩。